目前台铁将在新左营到大武间每天增开14列次自强号往返，在大武跟台东间安排公路客运接驳。台东站高明光站长表示，是有七班车哦到用接驳的，就也就是对开有14班车哦。那我们接驳的区域是台东到大武，我们是利用这个顶东客运的车客运车来接驳哈。那我们会是旅客多寡，我们会增加，请顶东客运调配更多的车辆来接输运旅客，我们是这样做的。那这样去高雄的话，大概花多久时间？顶东客运从台东到大武要将近100分钟，然后我们是刚好接上我们要大武往新左营的班次，然后那边新左营过来大武的班次，我们刚好也是由顶东客运派车在那里接送。台铁南回线大武到台东段，因为南太马里西桥北侧遭到凡纳比台风侵袭溃堤，无法通行。预计雪退之后，14天内将才能够抢修完成。东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找个这铁佗啦，铁佗，刚刚刚方便。有啊，那盖方便啊，盖方便，哎，那爱代步的家，那现在接驳啊，那盖好啦，是，很好啦，很好。哦，你觉得像这样铁路断掉方便吗？那也没办法啊，只好配合判离啊。是，那你觉得像我们铁路局有提供像这样的接驳巴士，这样的一个服务，有没有觉得很便民？很便民，很便民，那很谢谢啦。是，这天灾地变嘛。那往返的时间会不会增加了一些呢？有稍微增加。台铁表示，列车停驶或中断时，可持未乘的车票含当日15天内洽就近的车站全额退票。高卫民的采访报道。